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拍一个我跟老张和谐吃早饭的视频。先说好了啊，不许跟我抬杠啊，我变得温柔点儿，好好表现。来，你吃黑芝麻糊，这个有糖，我尽量少吃糖。你先把屋里那白壶拿出来，那里是开水，让它沏一下。这个是从我妈那儿拿过来的。过期了，我们家老爷子老买完他搁哪儿他就忘了，他有点糊涂了。我一看过期了，别给他们吃吧，我们俩吃吧。过期俩月了，这奶昔我得看看过期没有。这好像是从我们那楼房拿回来的，我在地上捡的。哎呀，东西太多呀，找不着生产日期了，管他呢，给你去沏吧。这孩子们买的奶昔。我用这碗，你找什么呀？勺啊！这儿呢，那不是那盘子里我刚洗的。哟，我这奶昔怎么这么多？那你用那勺吧。嫌它不干净啊？不是，啊，不好使。哦，嫌它，嘿，开台吗？这不是，做了壶水，然后每日坚果，我们俩一人一袋，给他一袋，我一袋，还有一个那天我买的酸奶，这个是奇亚籽黑全麦面包，吃点粗粮，那天给我爸买了一箱。不好吃，自己他又去买面包去了，不是糖尿病吗？他嫌这个咽着不顺口，硬，都能看到奇亚籽。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，我给我爸买，我闺女给我买，有样学样，有啥学啥。蓝莓酱，这个是芝士，嘿，把这面包打开，你给他治他两会儿，他眼里没活，但芝士也干。哎，闭嘴！不是手破了，疼。哦，手破了，手破了。你把这个擦拭干净了，我也别偷干了，是吧？我得锻炼你看，快点儿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去把这个抹蓝莓酱，把蓝莓酱打开。不是打开了吗？这还有一瓶，那瓶没了。有这小壶围着，特暖和，坐这儿。后边暖气倍儿暖和。有这小壶能多喝水。开了以后我就给它关上，拔电。它老是热乎的，不用老咕嘟的，费电。蓝莓酱，弄这个花生酱，营养全面吧。西餐本来我想煮面条来着，然后我一想，这么多东西吃了吧，怪占地儿。好了，这个开了，是吧？那可以拔电了。下边你那电关了就行。我今天下午想去烫头去，老张不让我去。我下午烫头哈，烫不烫我下午。然后呢，我。中午发这个视频，我看看评论区留言支持我烫头的多。我下午扭身我就走，挺远的，广渠门那边的，是一个挺好的地儿，原价吧898。然后呢，我在网上团的券一折，它多少？98块钱。我这一辈子哈，烫头不超过5次，我也没染过头。你把下边电打上，关电了是吧？行。太孤独着，你看，屋里可暖和。再来点花生酱、蓝莓酱、奶酪、奇亚籽、干果、水果，这一上午营养够了吧？我就仗着嘴壮呢，要不然我早趴下了。这么忙，然后白天还不睡觉，晚上也不睡觉。没事，回头找机会补觉，喝点它吧，干呀。放点小壶。给你倒你那蓝莓酱奶瓶里，涮上就好，让他喝。一会儿到一会儿烫炸了一会儿，炸了。心细。今儿早上血糖6.0，昨天晚上我跟老张在胡同里溜溜溜，溜一个小时。咱们天天晚上吃完饭溜去上胡同里，老跟那些巡逻的碰面了，没事，安全的。血压今天早上120得，哎，倍儿正常。这话，说我养生的这个，别老劝我走了，不走。我喜欢。老头儿，我拿着这壶，我把这个架上，烤烤苹果。给老头儿治晕了。Thank you。我挂你门帘有能窗口能看见外边谁来了。我们装了摄像头了。那这个。红薯干，到这来一搭就够了。中午还吃牛肉面，给你一个这个红薯干。
回头把他能挂橱窗都挂，你们喜欢橱窗里找去。真静，安静死，前后左右都没人，就我俩。太美了。吃完我出去溜达一圈。哎，今天你办那个公园联票吗？为什么不办？我在外边溜达。不行，完了你陪我溜，行，来，出去办。你在外边溜挺好。我出钱还不行？不就一百人吗？这外边都是，都是公园。咱非不办。嗯，我办，我去景山，哎，太安静了。我那头发一烫就绒，就不像人家出大花儿那种，它就毛，它不太适合烫头，我这种发质，所以你看我都不烫头，就出那小绒的那个小碎花儿，就一烫完以后，是不是因为头发软呀、啊？所以我拿不定主意，我这要一烫，再等它长长，就猴年马月了。我感觉现在年龄大了，头发长得没有原来快，原来我头发长得特别快，烫还是不烫呢？拜拜。请点赞关注哦。